龙凤张九南，不是。啊！风儿，人儿好帅。你也好漂亮。哎谢谢你各位朋友掌声鼓励啊！刚才是李文坤成龙嫂，对，啊、这就忙活演了一段，赶紧下去啊！对吧？这会儿呢，给我们两口，给我们哥俩。哎呀！不要这样，还不想公布于众。哎，给我们俩换人来了，上台简单介绍一下吧。我叫任龙凤。好帅！你们也好漂亮。我也挺。介绍旁边这位吧。马山的边上这位是我的搭档，也是我的坐骑。什么宝宝？什么叫我是你的坐骑啊？谁说你是我坐骑？你说的是坐骑啊？我说你长得很靓丽。你靓丽？没毛病。坐骑。坐骑。感觉你的嘴在放屁。好好说，介绍一下我的哥哥吧。啊，他叫碧水金睛兽，还是坐骑呀？碧水金睛兽不还是坐骑？就这个，碧水金睛兽还是坐骑呀？对不对？你也希望有一个人类的名字吗？不希望，也不对。那介绍一下我的好哥哥吧，好好介绍。张九南是吧？今天我逗人受不了。谁在桌里面谁占便宜啊？多好啊！你这舞台上俩人闹一闹，生活当中俩人其实不闹。对，生活中不闹。那当然了，闹的还少吗？家里闹，外头闹。对，我们在后台不闹，床头闹完。船头闹完啊？船头。我听成我心中所想。哎呀，真讨厌！这俩人舞台生活当中嘛，其实很少会闹。对吧？因为哥哥兄弟俩人，怎么说呢，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你是好哥哥。郭一总。哦，他人刚进来。他好哥哥，在后台哪个人规规矩矩的？我在后台，我特别有哥哥样。那当然了。哎呀，哎呦，我不太想捋着你话茬说。怎么了，盛唐？有哥哥样吗？不是，你是给我哥了吗？什么叫哥哥样？有个当师哥的样。有个师哥的样。对，对不对？给哪个人客客气气，你后台不能没事老是捅人一下子。我多他就捅人一下子，不是那人，这都是武功里。对，捅肚子。我没事，老娘们乐了。实际来说，中国是礼仪之邦，最在乎的就是礼节啊！这么快？你们学时间短。谁时间短？说清楚。你。就你，看你媳妇那捂着脸那样，就知道你长不了了。我说多聊会儿天儿吧。多聊会儿天啊？对。多聊会儿天，我看着你，我说不出话来。为什么看我说不出话来？哎，你在听普通话？哎，你啊，你还是从那边。你看我恶心吗？不是看吗？有人小文聪那看。你是不喜欢凤了吗？哎呀！哎呦我的天哪，原来没叫凤的时候你可不这样。不要这个牙齿。我没有。哎呦还不如在天津多演一天呢。跟我在一起你会快乐。你先说相声。该怎么快乐？最讲究的就是礼节。你们听懂了吗？最讲究的，这话说的没错，台上无大小，台下立规矩。在咱们八队没有看出这句话。台上闹一闹，台下谁跟谁闹啊？台下我们不闹。对了，下台又各走各的，谁也不联系谁。对了，也不聊微信，反目成仇，也不视频，对，也不拍私拍他人照片。就你偷拍多。我爱看你。
叫人崩溃，你知道吗？又给我改名，对吧？生活当中很多的规矩啊，称呼上有礼节，称呼上有什么礼节呀？你见这哥哥兄弟，这都普通叫啊。对，那帮子相声的师哥，啊，对，没错。按理来说，他应该管我叫师哥。啊，不按理的。你话怎么比我话还快呀？虽然管理呢，你看小姑娘这让一糟老娘们给你喷了，你看。糟老娘们，生活上不一样啊。你像那个，比方说吧，一个人在家里排行第二，谁是排行第二？假如说有一个人，这个人是谁？我，你排行第二。哎，对，你还有一哥哥，啊，也跟你一样娘们唧唧吗？我哥杨刚。我哥叫任阳刚，你哥叫任阳刚，你哥刚刚阳完是吧？是任阳刚，不是任刚阳。我哥叫人挺阳刚的，人家任阳刚挺阳刚。这话多难说吧？叫那我排行第二，正常怎么叫啊？任阴气，排行第二是任阴气，还有老大呢？不知道，这样的包人浩，你们叫人浩吗？原名叫人浩，师傅给你起名叫人龙凤儿啊？怎么凤儿？凤儿，你用得着凤儿吗？就你在舞台，你还用我吗？我得用吗？你包袱比我包袱多啊，哥。不是，你说你要不叫人浩，要是人龙凤。人龙凤啊，那你说叫什么？你外边打招呼，你不能张嘴就喊的。人龙凤，人龙凤，你老叫大名不好听。凤儿，凤儿，对吧？对。嗨，凤儿。你跟杨五郎是兄弟，一见天凤儿。一见天的凤儿。真好，真好。没跟你聊这个。别撒泼，听我说。你说，我站外头了。什么呀？你别老撅着那屁股，后面有观众，拿手机拍镜拍你，可以同时拍见屁股和脸，让最后一发照片也分不清哪是屁股哪是真是屁股。好好说，好好说，领着排行第二，那大家叫什么呀？哦，知道了。任老师，这个观众朋友们认出你是德云社的演员来了。任老师好，不是，那叫什么？不是，任老师好，那是不熟悉哦，认识，哦，就是跟你熟悉，简单一打招呼。哎，孙子，哎呦，这也叫孙子，那怎么说？等了介语，你说怎么叫？任二，任什么？任二，为什么叫任二啊？家里排行第二啊？哦，家里排行第二就得叫任二，对呀、啊。哦，为什么你脏人二？明白了，你就骂街了。我怎么骂街了？人二，那你 M 二呀？第二不是二，不是我这个人二。哦，他少这样好不好？你别老喷，还羞。你说人二。人二熟悉的，因为排行第二就管你叫人二。对，人二、王二、张二、李二都这么叫啊，只剩俩。对呀、啊，啊、要是这样，你要排行第三呢？人三，排行别小三呀、啊！你要是排行，我现在是正房啊。哎呀，你要是排行第五呢？人五。那排行第六呢？人六。第五。人六。人五。啊，就是这么个规矩。这地方不一样，称呼又不一样了，跟地域也有关系吗？那当然了。比如说到了通州，北京通州，对了，就不一样了。怎么叫？把排行放在前面，姓氏放在后边，二人二人都这么叫啊。而且被叫的那个人还得高叫高答应，不许不乐意。怎么叫高叫高答应还不许不乐意？哎，得高兴。哦，这表演一回吧。这你喊我，这怎么表演？你喊我，我喊你。我姓任，你叫我二人。哎，我爱听。哦，要不姓张，你叫我二张。哎，我爱听。哦，比如说李，你叫我二李，哎，我爱听。哦，比如说叔，你叫我二叔，哎。哎你们等等等会儿，不是？我们爱听。我不叫了，我不叫了，不叫了呀，没这分儿。
就称呼上不一样。你看到了天津又不一样了。天津什么区别？称呼人为爷。哦，姓张的张爷，姓王的王爷，姓李的李爷，不是说大爷，不是说，哦，就是什么姓是后边带一爷字。哎，对了，而且被叫的这个人不能像刚才那样高叫高大应了，得有一长串的爷给人请回去，显得对人比较尊重。这不理会，不理会，咱俩表演一回吧。怎么表演？我喊你，你喊我，好吗？好。哟，这不藏爷吗？我怎么说？一长串的爷呀。耶耶耶耶耶耶！就这样，多好啊！这没听有人这么叫过呀。那是你见识比较少，哦，见识比较少。你多往楼下走一走。哦，我总在小区里转悠。是，那几棵树你已经都了解了。我不圈地盘。对，有人说一长串太长了。那怎么着？短点，三个字可不可以呢？三个字也可以呀。来一回。哟，这不藏爷吗？耶耶耶！哎啊，多么的优秀啊！再说三个还是长啊，一个可不可以呢？可以啊，也可以干点的又脆呀，也行。哟，这不藏爷吗？呀，哎，当然了，你个性了，一长串三个一个都可以，唯独两个不行。一样，俩一样，不一样，一样，两个有侮辱性。来一回，来一回，来一回。哟，这不藏爷吗？孙子，哎。我就说有侮辱性吧。这小馅饼早就猜到了。已经猜到这个了，你为什么不喊爷爷啊？哎，再说啊，而且来说我这都是什么呀？都国内的礼仪啊。你的意思国外的礼仪你也研究？那我太研究，我哪儿我都去呀。那个说说，我是凤儿啊。你是凤儿跟国外礼节有什么关系吗？我哪儿都去。哦，你哪都去。对呀，老登啊，人在做凤在看嘛。什么呀？我是要哄着你笑的，应该给你停演。为什么？继续。内部笑，内部笑。对，外国讲究什么呀？讲究亲吻礼。亲吻礼，懂不懂？不懂。不同的人亲吻不同的位置。比方说吧，啊，平辈见面吻哪儿啊？吻哪儿？吻双颊。双颊就是脸蛋儿啊。哦哦，嗷，我的朋友，抱一抱，抱，抱一抱，抱一抱，哎呀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哎呀 ，Have a nice day, Mr. 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明白了。亲脸颊，哎，好这样理解。长辈见了晚辈，爸爸吻儿子吻哪儿啊？吻哪儿啊？吻额头。哦，啊，你儿子，让爸爸抱一抱，抱一抱。你要不想挨嘴巴，你就往下演。抱抱，抱抱一个。哎呀！这回去怎么跟我们家钱多多交代？还有一种啊，夫妻两口子，就是嘴对嘴呀！哎呀！快到了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！你确定不那什么？这就不表演了，这别不表演嘛，还有这为什么表演？你给龙表演一下，我够不着他。不用不用，我怕我把你损坏了。还有一种未婚男女搞对象，怎么着？未婚男女亲亲吻手背，哟，未婚男女亲吻手背，这可以吗？这可以，这亲吻手背，你那意思咱俩表演表演啊？对呀、啊，谁来那男的，谁来这女的？我来男的，你来这男的啊，我来这女的，对，咱俩未婚，就亲手辈儿，就这意思。我来跟你求婚，你来哦，求婚啊，求婚，行，可以，我过来。那个设计一下啊，设计一下。比方说呢，我是一个英俊潇洒且风流倜傥的外国猛男，你说这个，你还外国猛男、啊？哇塞，我你说外国猛男不猛男我无所谓啊，你得表现出你有钱我就行。我
这是拜金，拜金，拜钱，哎呦，有钱，你是亲戚。有钱有钱，你这么娘啊，你这么我钱坠的我难受，我有钱钱坠的难受啊，你这浑身都带着钢镚儿，真的吗？你这都是钱，你身上都是钱，都是钱，我一走你都掉钱，你就是选池里那王八，你就是王八壳啊，不带钱的，就是你要表现出你是有钱的男的。我是有钱的男的，行。然后你呢，是一个温柔贤惠且端庄秀丽的外国女郎。女郎，秀丽。我不演不演，没意思。干嘛？我就演那泼妇。泼妇。你泼妇，你就爱上我了。我演八十的老太太。哎，你是这个外国有钱的年轻的倍儿帅男的，你就来求婚来。我疯了呀，我呀。怎么？我吃什么了？我嫂，你呢？过来求婚来，拿表演这亲吻礼。谁演了？我就想这个场景，我有点不太好接受。那你说我演什么？你稍微捯饬，你这妙龄少女，妙龄少女，妙龄是多少？我有点胖。妙龄多大？二十一。别七十，七十还妙吗？七十是妙龄少女了。二十来岁，二十来岁，二十来岁，行。稍微化妆，我还要化妆，那当然了，可以怎么化妆？哪个女的？这个像女孩吧？怎么样？死士啊！两把双刀肩上背，不是忍者是神龟。你化妆，你包一包你的头。行，那怎么包啊？包头你不会，你转过去。你别走。那男的要上头发也可以。Lisa 哎呀，还是回到小衣裳。破，多少年没洗了这玩意儿。哟。好看了，好看了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你确定你要向我求婚吗？我已经来了兴趣了。哎呀！哎呀！哎，我不露，我还是喜欢双马尾。你买哈雷去，不喜欢双马尾。就这样啊，我过来跟你求婚啊，阿姨土鳖公主。没有阿姨，土鳖公主。向我求婚是吧？对，可以。盘起来吧，盘起来，盘起来，满足观众朋友们。我天啊！哎呀，上面顶一顶，上面顶一大便。怎么样？哦，亲爱的，你嫁给我吧，滚！上来就滚呐！那个妈，你可以稍微含蓄，你别说滚呐。哦，得含蓄一些。你细声细语的。滚！含蓄一点是吧？含蓄一点，行。哦，亲爱的，你嫁给我吧。哎呀！我看那边那白羽绒服那胖子不错。你看的是我。哦，嫁给你是吧？嫁给我。走啊，结婚去。伸手，我得亲一口嘛。哦，伸手是吧？不是，来伸手，我感觉我身上已经有地盘了。跪，求婚！你要不抬腿还挺好。然后，亲爱的，你嫁给我吧。你有多少钱？我2亿。有房吗？有。有车吗？有。行吧。来。来这包，前后都准备。你刚才上厕所肯定没洗手，我都闻着味儿了。你又偷窥我。你是刷鞋匠。哎呦我操！然后呢？然后呢？两个人呢就可以迈入婚姻的殿堂了。什么呀？一家人呢？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太无聊了。无聊吗？挺好，是不是没意思？没意思，亲一口有什么意思呀？亲一口两，这是一个形式。对你太形式，你太形式了，你这要是为真心，你就得一直亲。不是呀。
去，多亲多近。对对对对，多去。好，亲爱的，嫁给我吧。哎，亲。又完了。我这是什么意思？两下不行，两下可以了。你得多亲，你这样我这哎呦不反问已经很尊重你了。多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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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玩命亲！亲爱的，嫁给我吧。对，可以，来吧，整吧。哎呦，别老汗毛露出来了。哎，不是，哎哎，等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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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是亲吻礼，我这啃猪蹄儿。